实际上还有个调皮子的，同时各方的领导同志，为了我的身体，今早叫我来，来是噶许多同志来看我，我心里想非常激动，有好多闲话讲，我自家也没想着，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，领导老乡搿能个关怀，这一次辣辣电台老乡，当我一个广大的观众，同时我的亲眷好友、亲朋好友，能够见一个面，我心里也已经开心。因为我生长了今朝这个社会里向，才有我的那样子一个接触，所以我谢谢大家。到如今，我同跟他亲。